面对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民主党必须要选出新的总统候选人。而在今个星期于多个州份同时举行候选人选举的超级星期二就至为关键。究竟立场较左且年纪老迈的桑德斯能否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还是得到数名退选人背书的前副总统拜登能够后来追上？两者之间有没有能力挑战共和党的特朗普问鼎美国总统的宝座？欢迎观众上网表达意见，时事平台星期日晚8:35会同大家一起讨论。